可能那么久了还拿不完。对。没事，我大概知道一两家，但是就是意大利餐厅比较稍微往上一点。然后那边好天气好多了，因为我就会下午开那个水路那边。万丈溪畔那边，真的好像比较多。嗯，这样你要是这样稍微安静一点。开始要玩了，哈哈哈哈哈！直接甩出来，哎呀，滚出去！臭小子，这个是一辈子哈，臭小子。嗯，我觉得瑞莫每次是来救他爸吗？对，看他的动作是来救爸爸。你看看他们两个在打，两个在打，在玩呢。独生女都没有人跟她打架吗？看有没有表兄弟姐妹之类的。这个修行的人是做那开悟了。上次有一个旁人说，只要你现在打一下那个黄色灯了，就开悟了。心中里面的佛像，对呀，很有味道，像就是修道高僧躲在水里面啊。眼睛撇一边，好好笑。那鞋子，对呀，他都要看上你们干嘛？修道高僧。看我们觉得蛮很有趣的，你有转圈是学他阿姨的，那个那服务中心要问他是白地心吗？不是，他不用出来了，还有这要问大心还小心，他好厉害，对，没得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啊，他跟我讲啊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保育员比较无奈，对，但是他还不错。对呀、啊，他今天做是手、啊啊啊，拿草哎，屁股，屁股，屁股有红屁股的。动物有没有惊吓呢？就是红屁股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觉得游客一定完全搞不懂。对，就有东西在里面。对，没错，真的有的人。我上次不是传那个影片给你？他就在那边追三枪的动物园，就是有一只狗跑到大猩猩跑跑跑，他们是可以带宠物跑到那边去。不是，他那个是流浪狗，他不小心跑进去，怎样，然后那个银背就一直追他。其实我觉得银背不知道拍谁，你看别拍的。对呀、啊。对啊，今天那么开心。啊，今天真好，好可惜哦，昨天是不能游，可惜。他今天怎么那么有戏？对，禅定。这眼睛。